Because they're using a machine, so I'm just gonna tell you guys how to make dumplings wrap from scratch. So according to Auntie, so she put like flour and a little bit of water and mix it together until it becomes like this, and then you just mix it until you're satisfied, I guess. So, we just like tenderize the meat again, and then we're gonna put like the sauce. We're gonna prepare the squid. Let's go.把这个肉馅儿先放进去，就是说把这个肉、韭菜还有墨鱼馅儿都已经混合起来，我要再加一点点花生油，然后再加一点香油。 再加一点料酒，然后我还有料酒再加，然后我再加一点生抽，再加一点生抽，再加咸盐，可能差不太多。 先第一步先加这么多盐，防止它太咸了。如果一会儿我们尝一下，哎，我们要快包饺子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嗯。By the way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My name is Char. 好了，我们拿面粉哈，拿面粉一会儿要揉面，擀饺子皮儿啊。
这样啊，你看啊，这个功夫一般在学好几次才能修，你看啊，它是这样啊，你是拿这样，就是这样，感到这个位置上，感到中间，回来转一下，再感到中间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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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一下，再感到中间，哎，对的，对，这个力量的大小掌握好，就是这么来回的这么去擀。我倒不是圆熏，它吧，基本上是它中间稍微鼓一点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每次我擀到这儿，我就松这儿，这样有好处什么？因为你加馅儿的时候哈，一包起来的时候，它的底稍微厚一点，它不容易破，不容易破，对，这是我的。 哎，很好，这个很好，很好，你这样哈，你这样哈，让它这样的话，你这样稍微，哎，别再手啊，小心点。哎，为什么要？为什么要转一下哈？你看啊，你假如说你是这个样的切完了以后，它这个样切完了以后，你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按它一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啊，要不然它按出是个扁的，你这样弄完了以后，它就本来差不多，你按出来它是个圆的。 OK，嗯，差不多，嗯，好，嗯，给你，啊，嗯，从底下，然后把它，哎，对，好了 ，OK， 好了，就行了，然后，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粉碎的就是，就是说要那个姜醋，等着它开了以后，嗯，先要。 要三次点，我们要点水，加三次水，凉水，嗯，等着它开了。在中间第一次呢，它比较容易粘，就是我们要再弄一次，完了它粘了，粘了有一个破的它就麻烦了。好了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些水呢放进去，然后等第二次，然后把那个水放进去。Again， 哦。 好了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嗯，否则它一自覆，这个水呢，它就容易把这个皮儿给爆了，哦，爆了。看，我要用这个罩里，我们叫这个，带这个有眼儿的叫罩里。 把水，把这个汤给滤下来。好了。Okay, so that's how you make dumplings with Chinese family. 学会了吗 ？If you like this, like how to make dumplings video, give a thumbs up to this video and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my channel. Again, my name is Char and.
see you later when we try the jiaozi. Mm.